自己跌倒。不管小脑袋留下多少问号，有你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。林律，我的交换通知书下来了。去交换一直是你的心愿，恭喜你。只不过等你两年后回来，我肯定要叫你学姐了。怎么还想赖在大一再当一年新生啊？我能实现目标，我相信你也可以。你可是在所有人都唱衰的时候考上了南星，创造奇迹呢。那还不是因为你给我补了一年课啊。那是因为你相信自己，林律，和你以前做到过的一样，拼尽全力去尝试，而不是提前猜想失败的结果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两年后一起迎接毕业季，好吗？嗯，我一定不会缺席的。那接下来无论吴越和吴征说什么，你都要听他们的。啊，嗯，行。柠檬，你也在啊？找林律。今日阳光明媚，晓风和煦，下午一练球，兄台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兄台，你今日一消失、啊，今天你要是不去，那可就后悔一辈子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吧。队长，我是新来的助理兼你的特别陪练。我们教练没说要找人，别闹了，趁他还没生气赶紧走。教练可说了，如果新赛季队长跟主力都恢复不了状态，那可太要命了。针对性魔鬼训练现在开始。闹钟好像开玩笑，急急忙忙要知道，早餐是豆浆牛奶和面包，幻想着自己是男主角。单车的车轮掀起马路风暴，集中注意力，快一点！才30个球，继续。快点！怎么了？啊，脚疼了，不行了。魔鬼训练，数量没达标，疼也得忍着，继续。是真的疼。吴越，你怎么了？伤到哪儿了？我送你去医务室。你脚不疼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其实不是怕疼，而是怕输。南星不能再输了，尤其是我。我是队长，大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。在你成为队长之前，首先你是林律。我认识的林律从来都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。你可是我和我哥同时选中的人。
如果你都不敢向前了，那就更没有希望了。小脑袋留下多少问号，有你才最最重要。跟着我一起踏上梦想的跑道，见我的骄傲，蔚蓝天空陪伴着少年微笑，白云也在给你拥抱。跟着我一起踏上梦想的跑道，不怕自己跌倒，不管小脑袋留下多少问号。这个情况有点熟悉。是啊，不过这次该我说谢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来负责你的学习，你每天的时间必须遵照这份计划表。每天六点起床，吃饭20分钟，上厕所10分钟。你这是监狱作息表吧？我抗议。抗议无效。半小时，把这3道题做了。你是拿你爸妈对付你那一套来按在我头上了吧？比我爸妈可松多了，我那个时候吃饭只有15分钟。你完成3道题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。大哥，我连题目我都看不懂。有答案吗？借我抄一下。嗯，看，选择题最简单的，计算机的二进制下 ，x 平方加 y 方等于1。嗯，小胖，连你现在也开始欺负我了是吧？谁把他放在这儿的？古人云：“头悬梁锥刺股。”我们没那个条件，只有牺牲下小胖了。继续。别胡乱写，学不会。睡觉时间后延。你这是体罚呀！声音洪亮，精神不错。睡前再加一组单词。吴真，我跟你说，不可能。今天就算把大胖、二胖、三胖都帮我身上，我也要去休息。也行。第一天给你时间适应。这是我做的笔记，记得看。明天6点，准时起床。谢谢你，吴正。应该我先谢谢你。嗯？啊，没什么。